哇这太爽了吧！这个，哇！Hello，大家好，我是白冰。今天我们来到了大学路。有的粉丝说，在这附近有家餐厅，里面的战斧牛排比我上次吃的还要大。今天带你们一起去长长见识，走了。牛排馆，我姓白。这家装修的感觉还不错，新华。哎呦！只要我速度够快，就不会有人发现。好了。哇，这么多牛肉，一不小心就暴露了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战斧，看着不错，今天就来这个。这个，这是我们菜单，你看一下。兄弟，你这图都没认过是吧？刚才那边我看到那个柜子里有个这么大的牛排。那个牛排是我们一个市里的一个战斧牛排，比较大啊，它烤的时间比较久。久一点没关系，你先帮我上两个你们店里其他特色的牛排，我尝尝味儿吧。其实您给的比较多，您吃得完吗？那没鱼。好的，今天我去帮你了，行啊，上就完了啊。老板，双十一的满减好多套路啊。那你点左下角链接跟我一起组队领福利啊，这里没有那么多花样。你说的游戏我下了，就只有一个188呀。你点进去后仔细看详情页，多领几个礼包码再登录，不仅能领188，升一级还多3块，平时在挂挂机，等级到了就能领5000了。还有个下三。啊？先生，打扰一下，这是我们招牌惠灵顿牛排，今天需要帮您介绍一下吗？哦，惠灵顿我常吃。好的，那您慢用。啊，好，谢。我们之前吃过一次，你知道吗？就是一整个的那个吗？是。哇，好香啊，熟悉的味道。这是干嘛的？其实好像不太会吃这个玩意儿。哇，怎么说呢？又香，真好吃。说实话，这是我第二次吃回林的牛排，上次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个惠灵顿牛排它香就香在鹅肝上面，对，应该是各个方面搭配在一起很好吃。看，哇，太爽了，哇！哇！事实证明，吃饭不要说话，更不要烂话。先生，打扰一下。哇！这边帮您上一块 M9 招牌牛排，这边一个岩石板有300度的高温，小心烫，千万不要碰。我又不傻吗？都冒烟了，我怎么会碰它？哎，等，帮我把这个餐具都撤走。啊，好的。M9，这是不是要放在上面烤一下的？哇！哇，在，哇，哇，哇，看，哇，这好快，这一下就熟了。这个，哇，特别嫩，特别嫩。哦，好吃这个。这肉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就很嫩，里面有汁水，很香。哇，这太爽了吧！这个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当你，快乐就是。6公斤12斤，差不多。哇，快乐就像，这太过瘾了。快乐就像，让我讲给你听。这太爽了。我帮你拿去分享。不用，我就喜欢吃这一整块的，你去忙就好了。好的，谢谢。哇，这也太爽了吧！我能不能把它抱起来啃？呀，哥们，啊！干一口啊！哦，不行！
哇啊呀啊哇啊 65 baby 来哇牛排你吃过这么大的牛排你们吃过吗来吧哎呦我这谁扛得住啊那个啥我要开始干饭了请准备好纸巾擦哈喇子艾瑞巴蒂来四周关上了我的饭盆决定把干饭煮混我真的好想三二一到终于等到了饭店干饭人干饭时间第一个冲向饭店干饱了才有精神哎老板还没点饭再来一盘干饭人干饭魂干饭吃饭得用盘冲到炖水水汗流魂有干饭解心肠干饭人不再说了再说哎你好我后边还有菜吗哎还有个甜品还有个甜品是吧哎你帮我把这个拿去打锅吧好吧把这个一起都装起来好的我感觉我两个鼻孔里都是油是冰淇淋这边是巧克力谢谢啊哎呦我的妈